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丁传教士。好，今天要拍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台 G30。好，但是我说了一个小小的秘密，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跑去台南拿的，亲自去拿的，这是一个指纹。好，因为上次拍过，你应该知道，方向盘不是有上下会这样哒哒哒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指纹坏掉。啊，我去这家拿的，对，有没有？他是专门在卖这个小零件的。你直接去哦？哦，我直接杀到台南去。这么？对对对，这么便宜。他卖的东西也蛮多的啦，比如说马达，一些马达，好，还有一些像后面的一些小零件，双 B 的小零件，好，仪表板的都有。好，顺便帮他打个广告，里面有一个就类似像这个齿轮的塑胶的齿轮，这个也蛮多的。好，这个都有。价钱是安怎？价钱哦，其实也算。换个角度想，一个啊，1000多块一个而已，因为我不晓得是哪一种，我说两个我都拿。换个角度想，一台车这么贵，假设你1000多块可以把它修好，其实老实讲也算值得的。好，来啊，今天东西来了，就是要把它处理下去了，来去听，听听听。下面写，对啊，调整方向盘的时候，你听，注意听哦，有没有轮到？对吧？对啊，它伸缩是不会，可是上下，有可能齿轮已经坏了一半，它一半咬到，一半没有咬到，所以它有一个这样这个声音。不然它有一个就上车，它自己会跑定位，记得一个开关嘛，这样关起来，对，它就会跑。可是你能够跑起来就会这样，好。来去处理啊！要去跟我妈妈跳过了。这是要跳到你家了。哇塞，反正就是至理名言，看螺丝就跳了对吧？哇，看野哇一边，哇，没办法定位，所以好就猜就对了。不要问我猜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猜。我妈呀，黄老师一点爱跳。不会吧？整个仪表板都拆下来也没关系啊。如果可以把它弄好，不管是哪里。我都可以把它拆下来。你家要有螺丝的哈，螺丝。好，那我去拿螺丝。螺丝。螺丝。啊呵。都应该要整个拿去。很屌啊。嘿嘿。有吧？有没有？机会是给什么？准备好的人。可是我没有准备好。啊，我没有准备好，我不晓得这么难弄。怕鬼哪不干我的好笑。我拿起来了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就是破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哪里破了？加。哦。加哇。哇，这等级啊。就是安尼，这简单。好。看起来这个应该蛮多指纹的。它有分哦，你看，34 key耶。加30 key耶。抽油这边要省。从断的地方开始算啊。断哪里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。你听下壁画吗？有啊。耶、yeah, ，真的嘞。有没有？那可能，你看，啊，无咧，因登记好落啊，哇塞，已经到这里了，头拢碎落啊，敢袂使清彩？真正彩书啊，内底齿轮可能无同，这敢无落算内底？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。所以就把它锁紧了。哪一个啊？不行。
声，不过跟他无食。你有没有觉得他的？马金啊，我清气。嗯。其他靠这个啊。相信呢、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他转到哪里？这个哎、喔、问得好啊！没有，因为等一下他会进去的时候，他就定位了、喔。定位是靠什么？靠这个啊。嗯。伸到底，他就会帮你断电了。喝完嘞，是哦，嗯，无声吗？无声，要倒给啊，要收给啊，要复原啊。好，好了，赶快赶快，啊，装一装。最困难的，现在要把它装回去。对，最困难就是把它装回去。好的，开始。好的。耶，要。欢呼一下，好，咱是啥物？下，嗯，上上，无声诶，耶，有没有？就这么简单，可是啊，不要再第二次了，真正好玩咧，耶，好了好了，再次确认，对不对？他就把它归恢复原样就好。好。你在板凳哪里啊？几条香蕉？几条？两条、三条。哎，阿来无去，我看到。那见过呀？那边吗？嗯。我看了过。你在等几条？我看见。一家雕，两个插头雕啊，一家三粒。啊，我知啊，我有跳到这啦，我有跳到这。啊，这对吧？那跟住的。我这个包起，我有嘞，咱都跟住粒嘞。哦，啊，靠腰诶，加掉。我去功劳老师有掉。进来的时候我拆下来之后，我以为是在里面。后来发现它是往下拆，好了，螺丝空的，耶，哦，没有，下，上，好，嗯，伸缩本来就没有坏了，完成了，耶 ，OK， 搞定了，嗯，说实在的，真的不好搞，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修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答应，因为答应客人说他有看到影片，他说啊这个嘞，我说因为刚好有网友热心说这个可以换掉，嗯，我以为很简单，我就答应说好，那我就换给你，嗯，结果殊不知真的不好搞，对啊，搞那么久啊，30K耶，爱给30，对，不是35耶，好，搞定了，这样我就可以交差了 ，OK， 对，好，记得。好、哦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、哦、啊，没有要接单，这次就没有接单了，真的太困难了。这集真的虽然很短，可是真的不好赚、很难赚的样子，很难赚，真的，对吧？脑都快充血了。好了、结束了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了，出来啊，重点来啊，这边那白的。哇，伊是靠内底咧坐出来。嗯它是不是要一个套筒把它卡进去，然后转出来？嗯，是没错。好吧，我们去找一下有没有套筒。总困难的这样呢？这个配乐很好，神奇。我怕趴掉啊！哦，神奇！哎呀，你把音乐关一下。哎呀，印度风。那可能，你看。